决战巨龙。哼，不自量力。救命！救命！避难所就在前面，大家快走！旺财，你和大家一起去避难吧。听话，旺财就拜托你了。皮皮，谁怕谁啊？我们上！甜甜，你没事吧？甜甜，我没事。往哪儿看呢？光明勇者。哦，不要！女王陛下。赤条龙这么厉害，怎么办？甜甜，你还记得星牙炮吗？啊！岂有此理！黑龙，是我复活你的，你竟敢这样对我！小龙，快逃！啊！女王陛下，你们，甜甜，黑风教授和南希教授正在想办法恢复牙仙堡的防护罩，你带女王回牙仙堡吧。嗯，你们要小心。嗯。皮皮，引他往牙仙堡飞。什么？你发傻？现在，牙死亡之柱，
怎么没反应？啊，对了，银币，银币，啊，是你啊，你好准，一定要中啊！是新娘炮，我和你爸爸会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亚瑟王的力量。啊，不行，只有消灭了黑龙，牙仙城才会得救，这次只能靠你们了，祝你们成功。亚瑟王之怒，星牙光斩，牙牙，我来帮你。叫我皮皮吧。我给你们当勇者。我以女王之名献你一件牙仙骑士甲。哇，只有把大家救出来，我们才有机会取得胜利。皮皮，醒了吗？醒了。那就快刷牙洗脸下来吃早餐。嗯，知道了，妈妈。喂，哪位？我是微微。微微，真的是你？那不是梦，不是梦。笑够了，就去打开你的电脑收邮件。切，这人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他的木头脸。皮皮，你好点了吗？甜甜，是你们啊！对你来说，可能只是过去了一个晚上，可我们这里已经一年多了，牙仙城的一切基本都恢复正常了。能度过这次难关，全靠你和微微。我想，也许预言中的光明影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两个呢。真是非常感谢你们。只可惜让那黑暗女王给跑了。对了，还有个好消息，皮皮，好久不见。牙牙，你没事了？我也觉得很意外，原来亚瑟王之剑和盾吸收了黑龙的力量，所以我也恢复得特别快。那我爸爸啊，皮皮，爸爸，皮皮，怎么你那么久啊？